开机挂机无脑送，八八超神带你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罗。很多小伙伴说赛季初三分难，耶！正所谓玩得好还不如混得好，我推荐大家尝试一下用墨子辅助来三分。这位英雄消耗和控制能力都不弱，像这一局我和银正组成超强 POC CP， 对面除了吕布很难对我方后排造成威胁。话不多说，游戏开始。不得不说，自从墨子皮肤优化升级后，这龙骑士皮肤是真的帅。还没有拥有的小伙伴赶紧购买战令宝箱检测血统吧。路过野区发现芈月红开，用霸气让芈月打红产生压迫。哟，这芈月打完红还敢过来打我呀，怕是没有看到嬴政已经支援过来了吧。虽然我和嬴政的爆发伤害并不高，但是在拉扯输出方面芈月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我控嬴政输出就问你气不气。解决完芈月，这妲己又跑过来说我，赶紧闪现挥手掏炮射。我操，这妲己三线夺火大炮无命休矣。Nice 呀，这亚瑟沉默很关键，这一波必须给亚瑟点个赞。嬴政残血都没回家，不就个杀猴盾而已，看我和嬴政怎么配合戏耍杀猴的。你来我走，你走我来，嘿嘿嘿，自己都没杀冠干嘛。墨子辅助面对手短的英雄可谓是相当舒服，虽然不能先应付承受大量伤害，但是只要炮击命中率高，同样能让对方头疼不已。同时墨子的机动性非常高，支援速度也相当快，当队友拉垮时，墨子还能转输出装承担输出任务，这援方也是相当的烂，这都敢冲上去输出，没救了。对面能够打断墨子大招的技能很多，所以不要着急原地罚站。元芳，你看这熟悉的位置，这熟悉的剧情又被妲己抓到了。快来人啊，对面要围殴尊贵的龙骑士了。这杀猴就过分了，直接大招过来，我闪，嬴政就炸来了，赶紧位移走。我操，这妲己的爱情过来。其实我仿佛看到有情人走过来。咦，我还活着。啊呸，小妲己就这，赶紧回头趁杀助攻。真的没想到抢人头的，这是个意外。墨子这个英雄只要二技能能命中人，其他的交给队友就行了，控制打足人头什么的随缘就能到手了。这一盘跟随嬴政，我控他射贼稳定。我知道草中有人，可我不知道你们办法这么高呀，三线位移都来不及按就给解决了，难顶难顶。追击敌人的时候手千万不要抖，现在的话啊，只能五秒一发，一炮两炮三炮四炮，你们也就只能塔上瑟瑟发抖了。猴哥这伤害实在是给力。我打个控制，真的没想到 K 头的，嘿嘿嘿。墨子团战就简单多了，后方火力支援，有人切入就开大招保护，找准机会开大招闪现控制，这就完美了。猴哥这伤害真的就差一丢丢了，这妲己投机倒是很熟练，伤害直接灌死了猴子。你瞧瞧，我们雷霆战机多给力，直接把妲己解决了。现在出黄刀的芈月是真的恶心，伤害高的离谱，还好我有个护盾抵挡点伤害。现在局势可谓是一片大好，对方前排都承受不住我们的输出，更不要提那些可怜的脆皮了。暴君都拿了，这芈月还过来干嘛呀？这芈月无敌的时间有点久呀，完美躲开了我的大招，但是我还有一炮，一发幽魂，爽！凭借着装备的优势，随缘一炮，一步这都不走吗？那你就留下吧。这元芳猛牙一马当先，都杀疯了。元芳直接斩获四杀，结束游戏。墨子辅助混起来，战绩比 C 位还要好。嘿嘿嘿，你们学会了吗？好了，如果你还想看更多王者荣耀视频，欢迎点赞关注小罗哟，拜拜。